记者詹香婉台北报道，徐小可先前陆丽晶主持麻辣天后转被骗秀，她老公阿 Ben 不惜杠上制作单位求公道，闹得沸沸扬扬。金丽晶进棚录影，坦言不知该集会不会播出，也再次还原事情当下，那时候真的是擦枪走火，不好意思。其实制作人要整的是我，因为我真的一口酒都不能喝，当天大家都没事，就我醉醉，并表示事情会闹大，很大原因是徐小可助理传话传出问题。他表示跟徐小可其实交情不错，徐小可阿 Ben 结婚他还包了五位数红包，当天他叫韩喜宴都没喝到酒，希望能跟徐小可敬个酒。然而当天录影还没结束，阿 Ben 怒火就已爆发，在脸书抒发不满。对此丽晶表示，其实是小可助理传话传出问题，当天大家都喝醉了在开玩笑，擦枪走火真的不好意思，但小可助理在现场忙进忙出，我以为再怎么样助理也会送他回去，就算不会开车也可以叫 Uber 啊，我怎么可能灌酒，我自己都想躲了。丽晶金进棚录影，还原徐小可骗酒风波真相。中天提供。